吃好吃的啦。臭豆腐，臭豆腐，有粉丝给我推荐说这个地方的臭豆腐超好吃。上次来的时候他还没有开门，今天看他有没有开门。我也吃臭豆腐，但不爱吃那种罐罐的，爱吃炸的，炸的抹酱的。你好，有臭豆腐吗？有。怎么卖呀？还有15一份。哦，要一份。辣椒吃完。要，要辣椒，多放酱。我先尝尝。行。不够我再加，我就直接吃的。行，这是粉别人告诉我的，朋友告诉我的。呵呵，朋友说你家好吃，我就来尝一尝。对，查查这是什么呀？这是羊腿肉。羊腿。哦，您的提手正在等臭豆腐吃。可这底的菜也没有出，底的菜还没有出餐，那我就抽空吃个饭吧。这个臭豆腐是粉丝私信我说他家，让我帮他尝尝好不好吃。那我今天就来帮你尝一尝。这么多感觉吃不完。不吃了。够吃。吃不完，吃完再去点儿。吃不完留着，我先跑完单儿。先跑单吧。对，我先吃几口，趁热先来几口。哦，拌一下。还要拌一下，这个不太好拌哎。再来一块不是出餐了。嗯，还没出餐呢，我看他还没做好呢。说这个吃好吃。嗯，再来一点点辣椒。啊，放这边。对。嗯，好吃。辣椒好香啊！我都好久没吃辣的东西了。嗯，蘸这个汁，背面都是辣椒。这个签好细哦，不太好拿。够了。出餐没？还没出餐。好，你就慢慢出吧。满满的汤汁，来三个。哎呦，烫死我了！心急吃不了热豆腐。我替你们尝过了，超好吃。还有没有什么好吃的推荐一下？我路过都会去品尝。我最喜欢吃好吃的了。嗯，哇，哎呦，好烫！哇，我的单好了，我得送单去了。你再吃就要出事喽！送完单再吃，要走了要走了，顾客要等着急喽。吃的都流大鼻涕了，从这里下去，兄弟们出发喽！行，导航开始。当前位置，这是哪？向南出发，出发，出发！我是宝洁，我是宝洁，我是来做保洁的。出门在外，身份都是自己给的，跟我一样能吃。这个随便的一加一，我也得吃两份打底，最少两份吧。您好，麦当劳。哎，两个，拜拜。一个，两个，送完啦。哎呀，有电梯，好幸福呀！您好，麦当劳。拿中间就可以。对，拿好了吧。拜拜。这有一个单子写的送货571米，但是我以前被骗过，刚才用别的导航导了一下，其实是如果跟我这条顺路是1.6公里，如果相反方向是1公里，骗人的。让他们去跑远单吧，我就跑近的，远点点我都不去，绕一点点路我也不去，就跑近的，你们跑远的吧，哼。